大自然之间在往返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我比较喜欢人烟稀少 的地方。其实我对于沙滩其实不一定是想去画才会去啊，就是我会带着一个探险的心情，因为其实沙滩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蛮喜欢去的一个地方。包括一些很奇怪的漂流木啊，或是一些漂流的物件，或是一些废弃物，就是我在沙滩上有点像是去探险、去寻宝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沙滩是海跟陆地的一个交界，所以我在取名上就是有提到边界，因为我主要做这个系列不是做一个记录的这个功能，主要还是借由这样沙滩的这样的这个边界这个景，去抒发出我对大自然啊，或是对于我心目中理想的那个空间那个氛围去做一个呈现这样子。像是影子还有黄色的这个沙滩，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最让我感兴趣或是最喜欢的一个部分。这个时刻会是在黄昏的时刻，然后秋天那时候的色光，它的颜色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它的影子会呈现比较冷的蓝色，然后沙滩上因为黄昏，因为夕阳的照射，会呈现出金黄色的比较暖的颜色，所以在这个两个颜色极端的对比下的那个颜色，是我最初会是想去画它的一个动机。我想要挑一个最简单最纯粹的东西，然后与我们连结是能够最直接，像是石头，就石头其实我们对它不陌生，可能在柏油路上或是沙滩，大自然的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石头这个元素，所以我觉得我在选择题材的时候，我刻意去选择一个最简单最纯粹的东西去描绘，会比较贴近我对于这个空间的构成的想象，所以我当初就是选择石头这个物件。对，然后我之所以为什么会选择比较狭长的这个景，我觉得这个狭长的这个景比较贴近我对于我去沙滩上所见到的景观，其他很多杂物，对，但我在处理的时候会去简化它，会去精简它，就是截取我所要留下的部分，所以我的沙滩会呈现出一个很干净然后很安静的那个氛围，所以我想透过绘画去表现出一个更真实的风景，然后它是能够超越照相所记录的画面，去彰显这个媒材的一个特质。所以我一直在做这个系列，然后保持是纯水彩在纸本上作画的一个原因。